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，来了干嘛呢？来的就是要给这些所有的修行的弟子啊，母娘的啊，这样说我也连了个，啊，开始开始，哎，欢迎他吗？欢迎欢迎，季东西。我今天做了一个，你知道吗？做了一个，我这个规矩就要背了，别塞，不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正经的讲，师父来开始什么呢？你说人修行，我们母娘会说宽容坚韧，又会说四句嘛，宽容坚韧。现在师父说的是谦虚忍辱，不一样的格调，也不一样的南宫修行，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只是说为什么还要再多一个谦虚？谦虚真重要，你知无？谦虚就明明咱比人足够的，咱嘛爱谦虚者。这个谦虚对咱有啥物好处？这个谦虚会当对咱会当足济人缘，会很多的人缘跟贵人，因为你谦虚了。你什么事都可以礼让的，谦虚加上礼让，再加上不必一定要忍，忍辱是一种什么？是一种家常该沾的修行啊！会当忍着人甲咱配嘴吗？你捌拄到那个活佛，就是咱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有人伊咧讲吐话，人就按当面安尼甲配嘴吗？伊嘛笑笑，啊是安怎人会安尼甲开嘴咯？伊讲你好加好气，啊摕一个钵，吼，啊拢要甲阮遮做餐人，也是甲遮艰苦人，行到底拢要甲伊吐，是安怎伊有去好野人到处钵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你会穷？为什么你会穷？伊无爱去大好野人因到去吐钵，原因就是啥？你们不用福报的太多了。因为你们前世的福报太多了，你今生才能够大圆外弯归，吼、哦，好野人，受人足侪人尊重，佫还佫有参与落去，互别人咧做，安尼，伊佫去甲吐过，东方堂一个释迦佛祖，去你遐甲你吐过，你甲卡你碗落，你敢知影功德力偌大？他就是不要去足好野的所在去吐过，爱大家去吐过，会叫用甲配水落，会叫用骂，就是因兜做啥？因家很神，米翁也常在人流，今天那个师傅你要来吐我，他就会感觉很不满的，你们就像阿弥陀佛妄念，一个碗拿来就要给他吃，我们是要做很辛苦的工作，古早人都说那句话，说天未光，你们都是我的徒弟，真的啦，师傅说的你都把他记起来，天未光到未肥就出门了啦，所以就把释迦牟尼佛用这种方式，但是释迦牟尼佛他知道，他有做到这两个字啊，真的，伊嘛袂生气哦，伊袂生气，是安怎？因为他是要你给我一点点东西，不管是汤还是水，给我啉点水，你拢有功德，但是伊都无爱讲。伊就是不爱讲，你过世一个就有功德，他就是不要这样讲。伊就是咧甲咱人间的人讲，你为什么这么贫穷？为什么这么善？因为你连一杯水都唔愿意施舍，连一碗汤都唔愿意施舍出给人，安尼你免哪有福报？就是没有福报。伊会去撑东去撑个善的所在，原因就是要还造福，原因就是要结善缘。但是我们不知道，那就是功德，也就是善缘。这个功德善缘要谁来讲？一定要是，讲道的人讲，出家人讲，他才知道说，原来咱善的原因呢，咱今世人就足气质的，吼，就不爱分人，不爱施舍，一世人搁愈善，愈善伊搁会恶口，吼，搁会恶口，搁会讲迄个吼，咱。我们听起来真的是很 不雅的那一种也讲的，那现在为什么济公活佛他也是出家了，
对无？这家有种嘛是红的，啊，这公司是，咱讲，伊本来就是这种经济，所以伊就跳脱咱这熟悉的人，连娶某迄种啊，洞房花烛伊也都敢某放的，发的走出去啊，走出去走离婚时啊，走出家。为什么？人的这粒经济有够来，伊知影讲温温爱爱，生生世世。拢总无法度挂下这个感情，你就无再跳离开世间所有一切，所以他不愿意就是安尼。那佛陀今天我跟你讲了，人要谦虚嘛，还要什么？还要忍辱。就像释迦牟尼佛，我打这个比喻给你们听，连释迦牟尼佛伊都会当忍辱啊，难道咱袂当吗？忍辱就是不管人家丢给你一句话有多伤。丢给你一些不符合道理的，你都觉得很伤。但是你把忍辱发这菩提心就造出来，忍辱过关了，这就起来了，功德力就起来。所以这公司今天要跟你讲，忍辱这两个字很重要。然后呢，谦虚也很重要。啊，咱若要做企业家，两个谦虚忍辱，积功。勇，这次一个加强，志刚强，这个志气要很刚强，你才不会路走到一半，倒退路，嘛，到尾死亡交代了，我卖来好啊，会话倒退路无？没是志气强，没就是这三字呢，志刚强，所以才打不退，打不退的。对不？打不退就是不是只有蟑螂啊？所以咱这有两只天气嘞，常常在咧烧烤烧麦，我讲予你带了上舒服去哦。灶脚虽然恁冷，我也拢唔捌甲你看。啊，恁两只常在遮冤家，恁是只收用的呢？唔知只要敢吵的了？麦阁会歹势呢？转去边仔去，人连天气都会晓要避到遮咧收。对吧？何况都是难，有个好去处，有个好地方。我们最主要就是要谈什么？谈心，然后了解人世间的苦是从哪里来的，所有的业力是从哪里来的，都是从前世累世所堆叠下来的，累世堆叠下来的苦报，今天才会。那么，一个王子的释迦牟尼佛，他愿意去托钵。然后去被人家辱骂，为着要共食迄，毋是腹肚枵，伊有修行人三五暝无食嘛会安怎？伊有伊的内底面的能量，上天无买赐予伊。他在这个人世间示现他的慈悲跟忍辱，也示现人的，为什么会这么贪婪，不愿意施舍，苦中苦。又还在一次，还要再磨练。所以讲，字唔免写足多啦，字写有够就好。以德报怨，心宽容。做到第二项啊，就是以德报怨嘛。不管有啥物代志，咱拢爱以德报怨，心搁较宽容嘞，心搁较宽嘞，搁较包容嘞。这是咱修行的最基本、最基本的底盘。这是上底盘的底盘尔，啊无讲啥，对无？人若讲宽容了后，爱恭敬礼让，君子量，恭敬礼让的，你就是君子的什么？度量，君子的度量，君子的度量就是安尼。所以讲，你不要说师父，他下来喝酒的时候。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金言金语，就是要甲伊开智慧的，要予咱伫应用日常生活，会当去得到宽容，会当得到不以德报怨的心，搁会当宽容，搁会当恭敬，搁会当礼让。君子这个度量这么大，以心啊，以身作则，则善守。以心来做咱家己。你就会当择善而从之，为什么也兼备善从的意思？择善而从之，这是
一句话，哦，择善而从之，咱会晓安尼做到安尼吼。过来就是啥？和颜悦色，看人拢和颜悦色，看人就是安尼笑眯眯、笑眯眯，啊，大家看到拢好，这个和颜悦色，你能做到的话，这嘛叫做不畏死呢。你用啥不畏死？用笑做不畏死。这个笑容会让人快乐，会带动人安怎亲和力？为什么笑容会带来亲和力？你笑的时阵，你敢捌拄到讲要甲你拍，你敢捌去拍到迄笑面的人？笑面的人拍袂落啦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讲和颜悦色，人我欢。因为你若好颜悦色，大家看到你拢足欢喜，看到你拢足欢喜的。过来是啥？正直不阿，道修全。道就修全了，正直不阿，道就修全了。安尼话，你讲伊足亲嘛无足亲，但是人的德行甲度量必须爱有长久，唔是我即摆听到。我做两工啊，过几工我搁配面啊，过几工啊我搁掠狂啊，过几工啊伊要翻卡车啊，翻卡车会无？袂啦，会啦，都无人收养你啊，好，对无？迄有真正会翻卡车，翻卡车就搁就死，后壁迄群啊，坐坐啊，恁拢足牛的，我连刚才话恁来讲，哎呦，安怎哦？我着就死坐坐，你知无？我安怎拢安怎嘛不爱去啊？安怎我嘛不爱做啊？对啊，就是这座，好安尼嘞。修学要一条线，你的心要直冲，上面你绝对不能偏掉，也不能歪掉，安尼才会使。啊，但看起来就是简单啦吼，但是咱咧讲，既然正直不阿，道修全，蔼然可亲，品性端。咱人也是和蔼可亲，哦，啊，品行就端正，啊，品行端正，安那，哦，你家念较大声的来，永流芳名世间传，大家嘛会讲，哦，迄啥物人安那足好诶，有够好，安怎安怎安怎，一直甲流传到因囝去、因孙去，吼，这就是咱讲永流芳名。永留我们的名字，留到这个世间，好，咱那传颂，那传颂，传颂的意思就是阿乐赞叹，阿乐赞叹叫做传颂，吼、哦。啊，今麦讲入学学修，修啥嘛是迄间讲的修心修性啊。这公司又还佫讲着修心，嘛佫讲着修性，好、哦，凡事不计较，事事相互礼让，做会到嘛？凡事拢卖计较，事事用力量。你会礼让的话，你算事事周全，大行来走拢周全。迄、那个周全就是你有让步，有包容，安尼才会周全。凡事卖计较，事事互力量，忍一时之气，安怎？化万千之祥，是安那讲？你要忍一时之气啊。哎，既然我都忍让，这个气咱就我都忍落，啊忍落就一定就这个样嘛。所以讲，学习谦恭自然不会增长，得无限福报，福根慧都跟他家来相系，缺一不可。咱有一句句嘛，是不是安尼讲？修福不修慧。福中也大慧，对，答对了。只修福不修慧哦，你的慧，我敢爱福报尔，但是我这个地，我地位无开，就敢咱一只鸟，伊咧讲的这，哦，如鸟之双翼，鸟若去哦压一支，这支无法度飞啊，安尼讲飞去，啊就无法度，啊所以就咧讲，为什么说？修福不修慧，福中也造罪。啊，修福修慧，福中加福嘛，都没有福中造罪的事啊。
这是最基本的、基本的这个修行的一种方式。哦，予咱呢会当包容，予咱会当个性有较好嘞、较宽容嘞、较包容嘞，做每一件事都会很圆满。济公师父讲的这个是虽然浅白，但是每一个人要做到师父讲的，哦，如鸟双翼，缺一不可。过来一个讲啥？伊讲心胸开阔，德为先啦。心胸若开阔，德行做伫头前啦。德行做伫头前，心胸才会变阔。你德行都无做伫头前，心胸要哪会阔？对无？你若加啊讲加啊多，啊，人迄隔壁迄个黄小姐讲诶，哎呦，若拄到代志诶时阵，都气冲论啊，气冲论就好。啊，咱讲心胸啊，开阔德都走伫头前，因为德是走伫头前，咱才有心胸嘛。逆来顺受，哦，你要逆来顺受，直上前方，能脱出受苦间，就是慈悲为怀，化良机。是因为你会当脱离开这个苦的煎熬，脱离开这个苦的咱讲折磨，爱讲折磨，苦的折磨。是因为你要把前面的这些都有做，安尼就当摆脱，啊，就当摆脱啦。所以讲，要哪去摆脱？人要摆脱折磨跟这个煎熬，你要以慈悲为怀，安尼才有良缘啦。比如人生有五条苦，五条苦因缘内底，这是啥？铿锵。啊，人要讲口腔的，铿锵跟口腔都差不多，哦，这就是咧讲铿锵低沉高亢，哦，是咧讲字叫做高亢。你若话平常时啊讲话，卖用安尼低啦，哦，卖用拢吊高音的话，你的这个啥，你的声会好听嘞，安怎好听？柔柔啊，但是有够迄个音，嘛有够迄个声音。当你把它弄得很高、很尖的话，会伤喉咙。啊，为什么伊要讲铿锵？就是咧讲咱人生如同五线谱，五线谱是啥啦？哆来咪发嗦。拉西罗，安尼背嘛吼，但是人都袂愿写八线谱，人书都袂愿写八线谱，人都要写五线谱。啊，五线谱就会当用啊，五线谱就可以用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人生敢若像五线谱，迄个音，迄个韵，啊，有音跟有韵味啊，迄个韵叫音韵，空腔低沉高亢。犹如人生之悲欢离合，悲欢离合，啊，咱什么动作拢有啦，什么款的唱法、口法拢有啦。啊，想一想，世间有没有五蕴之苦？有。哎，世间都有五蕴之苦，所以也该讲五线谱。五线谱要甲比咧，就是咱今嘛咧讲的，就咧讲。为什么迄个五线谱会来甲这个五蕴来甲做伙？甲做伙，这就是一个比喻啦，啊，伊就比喻而已。哦，啊，咱即摆咧讲人要安怎会当处理？要处理哪里？全在一念之间呐，坚信人性本善，处理本心，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些坏的习惯，啊，有一挂。毛病脾气，还有一些咱无法度去改习气，都是五蕴其中里面的东西。习气，咱查甫人足侪种习气无？有无？有。啊，无人会讲啊，都是。哎呦，恁翁读五专的呢？伊讲无啦，阮翁读国民学校尔呢。因某是安尼甲伊，但学了因翁读五专的，伊讲无了。国民学校尔啊，靠读五专诶，啊，着嫖赌一拐骗，五项拢有啊。伊讲因翁读五专，伊讲无因翁读国民学校尔。这就是咧讲，人家用一个消遣，
甲你讲者，嘛一种条件啊。讲哦，恁翁食够哦，读甲五专的咧，对无？啊，咱即马五线谱也好，哦，五韵之谱也好，要如何能处理？哦，钱在一念之间，坚信人性本善，你相不相信？相信。如果没有人性本善的话，就不会有后面几个字，四个字，是有无？咱今日若做歹囡仔，你有法度去摸到啊？你摸到了后，你的性就会转啊，性就会转。啊，若性无转，伊根本都无法度跳出世事的这所有的无常。咱要安怎坚信人性本善？啊，无要安怎有这个浪子回头这四字？太人放火伫内底咧关，出来去外口，去甲人庙师做义工啦，去不管是啥物款的，伊已经安怎手脚洗手啊嘛？爱手脚洗手，较早遐歹习惯拢无啊。伊为着要赎罪，为着要赎罪，就去庙宇啦，去乞啦，去做义工啦，做无义师啦，去创啥？安尼是不是说他已经悟到人性本善？后面再加上浪子回头，金不换，金不换，对不？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人是不是爱经过安尼，你才有法度去变过来？以前的不对，你要用人性本善去溶解，然后去化解，化解了后，伊就自然就活过来这边啊。浪子就回头金不换了嘛，安尼哪会无？有啊，人类真的有很多都是在半老的时候才觉醒，才觉悟我错了。以前我若卖做遐侪歹代志，应该我即卖足辉煌的，但是迄叫做啥？后悔。对，安尼恁读册读了有认真啦，后悔就莫及了。为什么后悔莫及？没福啊啦！当家你知影后悔，时间嘛不会允许你，也不会很多时间给你的。迄个时阵，咱就后悔莫及。哦，啊，咱唔忙做加工，就后悔莫及，绝对不要走到这一步，走到这一步会很可怜。那安怎啊？人性本善，方能跳出世事，这个无常。后壁师父是要搁甲你讲啥？后壁师父讲：人生短暂，性瞬时间，瞬息间就啥？上惊是意外啦！啊，无啥有足侪心梗的，迄敢无七少年、八少年？迄有时啊五分钟救无起来就无位啊咧！按事间讲安尼，敢无遐人生有短暂无？伊敢有在去判断有法度安那，对无？啊，若心梗的时阵，我转就转五分钟就好啊，对无？你驶公车，我都驶到怎啊卡袂啊？啊，遐只坐车挨挨叫，叽叽叫，因为伊就好念，啊好念无要安那，对无？所以讲，人的人生唔敢瞬息万变的，哦，鞠躬活佛写的都是很简单的日记。但是你要去受用它，你要去尊敬济公老师。为什么要留这文给咱？我咱知影讲，人生本来就不是足复杂的，是咱甲想复杂去安尼尔。人生够复杂，啊，透早爬起来做到暗，暗时睏，爬起来吃三顿，安尼够复杂？无复杂啊，你也足单纯的，就是安尼啊。做工课、食饭、休息，安尼尔。哦，啊，若有一寡较好的所在，较好的迄落啊道场，啊加减啊来参学，哦，安尼咱毋是原来做好过。人生无足复杂个，复杂是复杂伫咱家己，搁一项是啥？咱个心咱家落无定。面对阅历，啥讲？啥物叫做阅历？即个反正是你过去说。甲你有因缘的，即届过来讨告，是你较早甲怪，即摆换伊来甲怪，安尼毋拄好尔，还叫业力讨报，就是咧讲
面对压力，心爱愈坚定。是安怎讲？因为你压力来啊，你心无坚。什么人都无法度磨练出能够出凡入圣。一念真诚，要把业还的时候，西方三皮末劫啊，不可思议之劫拢会来。为什么？咱即马一家子嘛吼，一家子咪六十担，咱爱搁为庚子嘛，为庚子搁开始嘛。六十岁君，伊即摆咱就是拄好是伫咱的即个一家子的开头，开始有运用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咱太平年太平足久的，享受受过六久啊，即马搁一年连甲家主开始，庚子年开始就瘟疫来了。啊，瘟疫来的时候，你说咧，啥物人嘛无在去甲动迄个瘟疫，因为是细菌啊，你嘛无在讲要去甲消灭，要用什么消灭？是咱人要和，爱有法度和啦，就是全世界拢爱有法度和，即个瘟疫才会退开啊。啊，若无伊讲，恁爱战争啊，恁战争比阮还佫较热，还佫较无迄啰，还佫无够厉害。我敢若一个菌，你就死几片啊。啊，恁就爱搁用爆弹啊，爱搁定位啊，咻，过界定爱搁开足济，伊免啊，他要灭你很简单啊，瘟疫要灭你很简单，就是空中安尼你飞的空气就会着啊，一国一国伫里解战，一国一国伫里解战，看你外外烧战，安怎战就战输瘟疫啦，安怎战就战输济，你相信无？相信。因为烧战嘛是有一个目标啊，战到尾伊嘛就会行起来啊。不过瘟疫是一个会一直散出去的、散播出去的。你人若唔学好、唔做好，瘟疫绝对袂动点啦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即马师父甲恁讲的话，最主要就是要咱慎重了解，人类来到这个娑婆世界，绝对有一个劫难，一家子绝对有一个大灾难，一定有一个劫难。啊，这个劫难。会走到什么程度？是老天来制止，还是人类？人类是上天来讲好啊，处罚到差不多啊，好啊，这瘟神拢会当打道回府啊，拢登来天顶啊。瘟神内底搁有派，搁要派做官落来，人用瘟疫甲你叠，就叠到安尼啊，恁有改变无？恁的生活方式有改变无？奢侈懈怠有改变无？哦，奢侈浪费有改变无？咱即摆咧食足奢侈的呢，食饱要搁食卡呢，所以奢侈浪费都没有改变的话，你讲瘟疫会收长的吗？没，永远都不会。好，啊，咱人若真正有功德力，辟谷，内底面的功德力是啥？第一个，咱无歪错；第二项，咱要有练功。上无咱还阁有空体，真正有修的人，绝对有好结果，相信吗？相信。那咱即马就咧讲西方三皮或叠皮啦，不可思议之业力，因为时空量子的牵连，欲要跳脱业力干扰，果报现前的难处。是一对，就是坑死，无伊今日免阁。本来我今日想讲，因为我会去干扰到易经，哦，我就按算今日无要讲课。想想诶，阁唔对，爱讲，即点讲一讲袂使，因为即卖就是即个时阵一定爱讲，所以我临时临了，才较紧诶叫伊讲去顶加抄抄诶，无按算即课要干啦。请讲，按照大家共修的好啊。但是他还是说，上面还是说要讲，多一堂课，多认知，多一堂课，多有一个善根。有众多的活菩萨关照你们，人为什么来写给你看？为什么爱来给你劝善？对吧？生死在恁家己的手啊，为什么伊就爱这低薄面啊？但是心有慈悲啊，母女嘛有慈悲啊，菩萨嘛有慈悲啊，这功夫嘛有慈悲啊。他今天才要做这种事，啊，所以讲，咱即马，伊已经甲恁讲了吼，这就算足恐怖的了，后壁这就足恐怖的了，
西红三奇怪，夹到即马嘛，咱即马咧拄着的这啊，不可思议之业力，会因为时空的量子牵连，量子的结合，错的都结合，伊就规个规窟啦，它就会去结合这些瘟疫，结合在某个地方。咱即马量子力学，哦，这已经是咱的那跟咱菩萨讲、五牛讲，哦，咱前两，敢那是十月十八啊，五牛落降，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咱五牛嘛有落降，拢是咧讲这个三级或劫，这个劫都有跟我们讲的，哦，视频里面可以找嘛，哦，啊，今天要讲的就是讲，师父为什么讲时空量子会把它牵连？啊，牵连在一起了，我们就会一直传染，一直传染，就是时空牵连，所以瘟疫才会一个一个，哎，一直一直连做伙，啊，多就愈多，是安怎？是因为咱家己无节制，咱家己本身无把这个规矩修啊好，无把这个规律修啊好，人要有轨，人也要有一个，咱讲火车，伊都爱行铁皮啊路，伊也离开铁皮啊路，安那？脱困。啊，咱人啊离开中庸之道会安怎？离开中庸之道，就是违背到道法，也违背到上天给我们的法条跟法则。啊嘛，等于咱火车爱行去其他路，咱唔行。啊，咱人爱行中庸之道，咱嘛唔行。咱点行要行偏，对无？啊，人会甲咱处罚，一定会甲咱处罚。啊，人甲咱处罚，咱唔是讲点点，咱也爱安怎？紧做，紧做。善报就有，福报有了，我们的功德力有了，也会，他们也会慈悲啦。一看这人，这个光，这光，这内底一定有做足侪功德的。你唔茫讲，咱讲足简单的迄落狗爷，又嘛有灵性的。你若拄着狗爷，会大只去救细只呢？大只救细只，只要咱讲蜜蜂内底有一个蜂王。这只蜂王若碰见，所有蜜蜂拢坐散，遐蜜蜂拢坐散。迄只蜂王若有伫咧，所有的遮蜜蜂拢伫咧。为什么？伊嘛跟随王呢？所以这个量子跟我们的做些的动物也好，还是啊，咱讲动潜植物啦，包括上界细只狗爷，因都有法度好安尼足团结啊。你敢无看到人个狗遐伫行拢规阵个啊？一只带两只，一只啊拢带规阵个。啊，若是后壁压袂来，伊还阁会冻着啊等。咱人类没有办法做到这样个，无法度做到像狗遐哈尼团结个。我们还是差人家很远个。那后面呢？从果报现前的难处，已经我们见到了，我们见到的难处、困难的地方了。所以伊会甲伊讲，后壁即讲劝世人，劝世人为友，积阴培福，积阴德啦，积阴培福，安尼才有法度后壁遮，后壁遮就是，我来咧甲伊讲，感天敬地真心殿，感天敬地真心来做福殿。这个殿就是福田的殿，那么韬光养晦为而显，谁来讲韬光养晦？为就是啥？一点点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功德，立马莫把它淡掉。微不足道的功德要累积啊，你一丝啊一丝啊个累积，一丝啊个一丝啊个累积，愈累积就愈多，叫做为而，然后就显现你的功德出来了。你讲一丝啦，一丝啦，到尾就功德就走出来。原来用安尼捡一丝啦，一丝啦捡，嘛捡有功德啦，嘛也还是捡有到功德。啊，过来就啥，人若做甲微妙神通是难言，就是说很难去演说，足歹去演法讲，迄、那个微妙神通很难去解释，也很难。用这样的方式去把这个玄通这两个字来做一个分解，没有办法做一个分解。
啊，你怎么讲？微妙神通实难圆，努力结晶朵朵莲。二，后，后边，这句，咱做咱今日的结束。头前面遮拢解说了嘛吼，咱即摆讲感天敬地，用咱真心即个拍来，用咱真心的心田去做一寡代志。过来，微妙神通实难圆啊，难圆就是讲。很难去解说有多少多少多少都没办法讲，那我们现在的结果就把它讲说，努力结晶朵朵莲，他大声嘞，努力结晶朵朵莲，水啊，咱要坐这个，迄一品莲、二品莲、三品莲，迄有分嘞，啊无讲九品莲花，九品莲花就是安尼沓沓一堆地往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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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，吼。啊，今天我们是不要一直在干扰，我们讲有讲，听有吗？有。啊，要不要做到？要。要不要用功？要。要不要努力？要。师父，拜托你。谢谢。你哪有进步？你哪有进步吼？母牛会甲你梳头壳，会甲你乖乖哦，大家拢才乖，对不？啊，我嘛再袂去互念，袂念我办单，念我多心，念我办单讲，念我办单做，对无？啊，所以你予我的是最大的福报，因为有你们真好，有你们，有大家，真好。你予我，你予我啥？你予我学习啊！你予我学习，你予我机会，你给师父学习，给师父机会，那么。上面的活菩萨就给你们佛光普照，给你们努力结晶，坐上了朵朵莲花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今天讲完。